总裁，五分钟后的谈判事关我们公司的生死，我把所有。笑过了，你最近的话有点多了，罚你五个月工资。管家，五分钟之内我要这个女人的所有信息。啊？哎，这会还开不开了？事关公司存亡啊！哎，手工。你拿这个东西是想侮辱我吗？这难道不是你想要的吗？你这些臭钱，我不要！你的100栋海景别墅，我也不要！你这些价值连城的金银珠宝，我不要！我不要！我不要！我知道你要抢，从今以后你再也不用要抢了，因为。你的墙来了啊！讨厌！我们现在去巴黎喂鸽子，然后去普吉岛看日出，再去夏威夷冲浪。管家，马上安排。不是，我才收拾好的。他认错了没有？没有。总裁，外面太热了，让小姐下来吧。有这么热吗？45度了呀。那你去给他撑把伞。啊？我？如烟，如烟，医生。如烟怎么了？小姐只是小小的重。我走了以后，你就和小美结婚。她是个好女孩，你代替我照顾你的。全给我陪葬！第二天，如烟，还好你没事，我以为我要失去你了。我怎么可能丢下你一个人呢？如烟，我要把公司送给你。管家，给我把公司股份拿过来。不好意思，你已经不是总裁了。那谁是总裁？总裁到。新管家，怎么会是你？那得多亏了你呀！开会那天，我只用了1分钟就获得了那个女人的全部信息，剩下的4分钟，我用来赢得了董事会的信任。你们每次吵架扔掉了100万美元，我最后都收好，想要还给小姐，但小姐自己不要，都送给了我。我卡里的余额一天天的上涨。小姐被罚跪那次，还好当时我喝了藿香味小可乐，藿香味猎奇口感，解渴又好喝。我又喝了一支太极藿香正气口服液，陪他跪3天3夜都没问题了。另外陪葬那次，我也并没有帮你埋掉他们，反而是用你平时最不稀罕的帝王绿翡翠，就轻松将他们收买，临阵倒戈，彻底效忠于我。我愿誓死追随新总，恭迎总裁传位。怎么样，服气了吧？你参见总裁殿下，这对庶民如何处置？男的当管家，女的当保姆。我的烟，我的烟。我的好恶心，灭了吧！灭！